看齐八指合影，等一下，这样好像根本看不出来到底是谁。真的吗？帽子戴太低了，那我的帽子往上面也唱可以吗？被害记者会。太小了。好，拿下来。交给我们。再来，再合影一张。调整了一下。OK， 恭喜志鹏。好的，恭喜志鹏。那么志鹏呢，真的是我们 MVP 的熟面孔哦，很常看到你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在我们比赛一开始，虽然呢有被对手击出安打，但是后续呢都能非常的稳定，而且呢渐入佳境，无责失分。那整个就是前后的心情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？其实今天就是对手掌握度还蛮好，所以今天投的蛮辛苦的。那是感谢教练团还有学长，就是每一局在不断在我下去的时候跟我说哪些地方需要做修正，然后就是一局一局耐心的投这样，所以蛮感谢他们。是的，谢谢所有的队友的支持， 对不对？让我们今天可以拿下胜利。好，那我们知道呢，子鹏啊，不管是在投球路的优势，或者是手感啊、体能上，都保持得非常好。那想要请问你哦，就是我们知道俗话说，成功的男人呢，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，不是脊椎，是伟大的女人。好，那子鹏有没有什么话呢？趁这个机会来对于非常伟大的老婆，来对她说几句话。就，老婆，我爱你。是第一次这样跟他就是在球场上告白吗？我忘记了，忘记了，没关系。今天呢非常甜蜜的告白。好的，那么再次恭喜子鹏啦。那么我们呢这个礼拜的假日呢是非常盛大的原家海鲜趴。那想要请问子鹏，平常喜欢吃海鲜吗？我很爱吃海鲜。你爱吃哪一个？哪一项？哪一项？都喜欢。都喜欢，对，都喜欢，海鲜都喜欢。那希望礼拜天你可以吃得很开心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是不是邀请我们所有十号队友在假日的时候呢，一起来进场帮我们桃园男儿加油？希望大家进场吃海鲜。进场吃海鲜，然后顺便帮，我不是顺便，是也一定要帮我们桃园男儿加油，对吗？对，没错。好，恭喜志鹏拿下今天的 MVP。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请子鹏来跳下今天的 MVP 之舞呢？好，我们请子鹏做我们的跳舞位置。不知道今天是哪一首歌呢？哇，黑手，加油！签名，好，也请子鹏呢将自己的签名签到大荧幕上哦。那么也请现场的守队们稍作等候，子鹏也要送球来给现场的守队们，也请大家呢注意安全哦。